九九，我怎么就这么小？二九九，这这么大也二九九，奇怪。这三个奇奇怪怪先放到旁边。欧美最新款铃铛造型惊喜球，带灯光。让妞妞 LOL 达人看看这是真还是假咯，它里面贴一片纸，他想要认为自己是 Ice Spy， 可是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失败呀。三二一，是个碗，这是骗子。LOL Super Sprite，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它上面是 Ice Spy 的图案，这里可以拉开，它没有噔噔噔，就是那个哔哔哔哔哔，可以拉开很松的那个。它竟然有两个拉力在外面，第一个，第二个。哦，有了有了有了 ！Oh my god， 它这是有几条拉力的？那我要从哪个拉力打开呢？开我直接用。看的人自己连接可以去看哦。这来过来就是个骰子，大还是小？大，好，当然大。三六一，地壳里没有人喊的贴纸，可是它根本没有失败的东西呀、啊！我跟你说，它这颜色很像鬼，印的不是很好的感觉。我怎么盗版的头都是喷射型，都是这种很烂的塑胶袋，根本没有什么 surprise 感。按下这一颗按钮，然后是个薄灯呢，但是我手太粗，不知道。哦哟！我知道了，原价捡不到了，可它自带的光，它的洞太小了。What happened to your face？ 我压的时候还会自带灯光，还会亮哎。这洞太小，把它改造一下。计时手速中，哦，进去了。好 Q 薄的玩具哦，这小孩会哭吧？这眼镜完全看不到这眼罩吗？他耳环是耳朵长一个巨大洞洞吗？可以上个颜色吗？这眼镜有够大，他都扣不了了，很麻烦。Party people， 我刚刚去，我那个大还是小的，请吃 single please 的东西，那我就把整只吃了。是啊，我就开始找寻猫子，我就开始发亮了。因为你是个骰子，哎，这些是你生活用品，你可以在里面生活。你快进去了，来，拜拜。大，好，永远都是大，看看大只打出来了。来看一下二四九弹跳，好像有灯光哦。你看那侧面那个图案，这是弹力吗？它叫 LOL Comfy Pop， 真正版这个东西有拉链，而且有哔哔哔哔哔的，还会哔歪，很烂。越做越厉害哦，第一层有贴纸，第二层有贴纸。写的越来越像了呢，怎么那么细条啊？第一步骤，先把它转开，呜、哦，很像。转过来，然后可以开格，然后再转过来开格，拿一包出来。这是有 surprise 感的功能，它是用了一点点不太透明的袋子，可是我还是看到背景了。它是不是可以拉彩炮哦？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拉彩炮？你刚说我就有一条线了，对，进哇。会 dance 吗？它就只有拉出来的时候会，不对，电池没电了，就是让你弹出来那一瞬间。而且它人，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只跟第一只是一模一样的人。来看一下它的 paper， 黑白说明书，这是什么衣服？我目前现在觉得它合作最大，能，然后它出来不是粉丝，可是它这里有肚子，这里有屁股，戴眼镜斗鸡眼。我确定它超大，因为那个水壶一出来就是凹的，这个娃娃的眼睛，还有这个衣服，根本就是个大白。因为它这鞋子很难穿，它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这么大人还有奶水。放头上，我不想再看到他了。他脸上凹了下去，是被别人打了一拳吗？就像这样子。哎呀，牛仔！我怕我等下一拉，然后他就蹦来。三颗二九九，这么小颗二九九，这么大颗二九九，而且这品质。
单挑灯光这一面，我们来看一下外貌如何，跟刚刚第二颗包装很像。放在奥利奥，都是一样的东西，跟刚刚这颗是一样东西，我怎么会买到一样？而且价格不一样，299，把配件真拆出雷兵。我觉得瓶子直接拉掉，我刚刚要往旁边转，身转不太过去。啊，线出来了 ，3, 2, 1，Go！好不想掉了。他带音乐真是个惊喜，而且他会洗脑。得得得得，赶紧！我不想看到他身边没有。这是火锅料的姐姐，因为她有金鱼眼，那配件更不一样啊。这面子一模模一样样。我知道这两个球差别，它只有音乐而已，就贵那么多钱。Oh my god！一模一样样，我还可以凑满火锅料家族，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都有了，连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妈妈的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的妈妈的爸爸全部有了呢。他这是要去海边吗？这个最最棒，我以为我是冠军玩具宝藏场的，嘿吼，忘了他还反派，他戴了也没有比较美。我觉得这个我很怀疑，因为刚那么小的299已经很丑了，而且它盒子已经烂了，应该不用看了吧？连哔哩哔哩都没有，没了，呜呼！我不是本来以为我要这颗球，没事，还没折啊，皱皱的呢。Oh my god！ 我之前看到是99块耶，人家带宅男了。因为多了两层，所以叫299。Number one 第一层 surprise 就长这样。Number two surprise 是长这样。Number three surprise 一层一层打开，从 Number three 开始。这时候我打鸡蛋，好可爱哟、哦！它到底是宠物还是人的呢？是硬的，你看我捏不下去。再来看第二个，一瓶水都喝不了啊！其他的变形的爪子 你可以去洗个脸再回来吗？你好脏哦，快进去，因为一样身体很粉，头很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火锅料的妈妈。那我没有衣服，应该是衣服吧。第一次看到 LOL 有黑色的，喂，章鱼烧。那我先开一样颜色的，这个贴纸，而且这我连正版里看都没看过。这个贴纸，衣服的贴纸。请问你想穿哪一个衣服？哦，我想穿这个衣服。我让你一次拥有所有服装。在那边附的衣服是这个吗？我下个月看到衣服了。这是衣服中有涂色的。太阳眼镜来了，这是太阳眼镜哦，最新造型的。水壶终于没有歪歪的，它鞋都没拆的，配上白色鞋子哦，才会好看哦。打鸡蛋，还要再戴上一副眼镜，戴有点太多。拿着餐具接火锅料，太酷了！大内裤，妈妈说今天去吃火锅，对不对？对啊，小内裤。那等妈妈来吧。这太阳很大，来，一人带一副来。要照顾猫猫的，来拿着这一个啊，轻松多了。走吧，哎，可是走那呀？这个是小内裤、大内裤，妹妹、姐姐、妈妈、爸爸、阿妈，我还拆打工，拆这两颗。哎呦，这个宠物它有画眼线，可是来不及时间了。大内裤跟小内裤的宠物的，那么原来是双胞胎呀！现在来看这个美人鱼，有美女，有美女，我就是美女呀！你看。妈妈来帮你们一起开，听说里面跟妈妈很像哦，因为你看一样的。他们真的要收集全家了，原来是才瘦了40多年的姐姐呀，我还是姐姐吧？哦，不对，她是我姐妹呀。跟她说姐姐的时候啊，是我在叫她呀，是你们要叫她阿姨。哎呦。耶、yeah, ！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团圆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黄内裤。我叫没内裤，没内裤。
最近学校流行一个很好玩、很有趣的游戏，叫内裤蹲。我们两个先示范给你看哦。大内裤蹲，大内裤蹲，大内裤蹲玩小内裤蹲，小内裤蹲，小内裤蹲，小内裤蹲玩白内裤蹲，白内裤蹲，白内裤蹲，白内裤蹲玩黄内裤蹲，黄内裤蹲，黄内裤蹲，黄内裤蹲玩。2000 years later. 大内裤蹲，大内裤蹲，大内裤蹲，玩白内裤蹲。白内裤蹲，白内裤蹲，白内裤蹲，大内裤蹲。大裤蹲，大裤蹲，大裤蹲，玩白内裤蹲。你讲错了，没有大裤。我相信你。我马上就注射进去。看它是什么？这只是屁口水。看看它凹凹水壶能不能吸水呢？凹凹的水壶也可以吸水，可是通完吸完水不是会补起来吗？我一个不能塞到嘴巴，因为这个太大了。到底水是从哪里出来的？一边吐一边亮，他们都不能变色。太稳了，看吧，可以搞出来，然后水壶也是可以铺进去的。看一下火锅料接接，好。配口水加尿尿，那个不是会闪灯吗？那我们看它可以一边吐口水一边闪光吗？哦，可以耶！你看，它会一边发闪一边喷。哎，它防水的。你们知道什么盗版全部都吐口水吗？因为它就只有头里面是空的，所以可以装水，然后压它就吐出来。那么的简单，一开始就能到的。我试个正版，第一组上场。首先呢，正版的眼镜很好，盗版的眼镜还歪掉啊！盗版的头太小了，水壶还拿不了啊，水壶根本没有穿过去呢。然后呢，他的头发比较亮，他头发比较黑，而且衣服完全不一样，鞋子一个是溜冰鞋，一个是高跟鞋，我是溜冰鞋。但是我会发亮啊！你会发亮有点恐怖啊！我们来喷水就知道谁比较厉害了，来吧。准备开始，正版比较持久呢，所以正版获胜。请第二位正版盗版上场。首先呢，发亮水壶很好，获胜一分。盗版水壶，凹了，扣一分。头发很漂亮，亮晶晶，加一分。没有涂色的发带，扣分。衣服闪亮亮，很好，加分。衣服你颜色都没有，扣十分。你的鞋子嘞？扣分哦，可是我有发带哦。可是你的发带没有颜色，就扣分。我有奶嘴，这么大还是奶嘴，扣0.5分。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哦，我看到了，正版眼睛一直在闭目，所以呢，盗版要需要惩罚。第三组起唱时，你的水壶很好，加分。你的水壶烂了，扣分。衣服亮晶晶，很漂亮，加分。你的衣服亮晶晶，可是没涂颜色，扣分。你的头发是超第一位的，扣分。为什么？因为你的脸是扁的。你的鞋子太小，去买一个新的，扣分。而且你跟我一样有戴耳环，再加一分。进入 PK 时间啦，3、2、1，开始。吐歪了。首先呢，你的水壶很棒，加分。你的水壶，你的水壶比较小，感觉歪歪的，头发一样。但是啊，你看后面是什么？你秃头了吗？没有涂好，口红了。你的衣服都已经快掉了，太大件了。你的鞋子呢？忘记穿出来了。来比赛喷水了，3、2、1，开始。喂喂，你的水壶比较小，而且变形了。你的水壶非常棒，加分，扣分。他的头比较小，扣分。眼睛比较小，也扣分。嘴唇口红擦不好，扣分。你看我的妆都那么漂亮，你的衣服跟前面那位一样，扣分。为什么你没穿鞋子？哦，鞋子太大了，所以就没有穿出来了。旁边有间鞋店，你等下去买。好，扣分。3、2、1 ，Go。啊、眼睛喷、准备，这就是今天开箱的四款 LOL 正版跟盗版品质真的差超多。可是我开的时候，我看到紫色、蓝色，我差。
超爱这个颜色。然后这个超蜜蜂色的，超恐怖的。如果下次我再看到新的叫板 LOL， 我会再买来开箱给你看哦。请支持正版，这里有正版的 LOL 开箱播放清单，在这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再见，再见，拜拜。我把它用跟饮料杯一样。什么是饮料杯？上面会有一个十字啊，我要把它头用这里。好，不想掉了。